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啊！我是暗黑小当家，小当家今嘛伫这个所在是彰化县福兴乡的一个臭水沟旁边呐、啊、然后旁边其实有农田啊，因为小当家最近较无闲，大部分东西咧无闲，那种无人机哦，帮农忙期的时间帮农民去做代工啊，吼，所以就比较少有时间去做。抓野味跟钓鱼的一些视频，人家手实在就真稳了哈。所以今天透早的时阵，就看到这条臭水沟边啊，哦，我稍微在看的时候，有看到好多的鱼，哦啊，也看到很多人坐在旁边在钓鱼，哦，所以今天手都淡薄真，就去钓具店买了一点链饵，哦，我们就来这个地方钓钓看。听说下面很多的无锅鱼，哦，当然比较遗憾的是，伊袂当食，钓爽的嘛好啦吼，反正就当休闲娱乐，也没花多少钱。那我们就开始钓钓看喽，看钓况如何。当家鱼钩这些都已经绑好了哈，当家可以买一支600块的这个手竿，哦，手竿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，因为我满在手竿的好坏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轻轻的啊，好钓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那个钓具店的老板推荐的啊，他有加一点那个。麻混哦，那个慢粉哦，所以它会比较黏，比较不会散开哦。阿兰来试吧哈。哦，那手竿就这样子简单的抛下去就好了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哦，没想到这一次这么久才中，踩了哈，这尾还算大哦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啊！今天钓了这个是第三尾了哈，不过前两尾没有拍到。哎呦，它不是正吃呢哈，是不小心勾到它的肚子还是哪里？哦，好，这个，哦，这个算小只的哈，因为这种小河边里面的鱼就大概是这么大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。是抠到哪个地方呢？哦，还是正吃，它是正吃没有错啊，正吃没有错，不是抠到，不是抠到旁边，哦，是正吃的，哦，这样子，正吃。哎呀，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。哎。其实这样板桃是可以吃的，但是这种水沟其实水质没有非常好，所以这个鱼应该都是有污染的。我们就是钓爽钓好玩的啦，钓爽钓好玩的。好，喂。最后一竿。今天的一个钓况不是很如预期，但是至少还是有钓到啦。那我们今天也是来尝试看看这种臭水沟钓况是怎么样，因为这里平常还蛮多人在这边钓的，那可能就是休闲的关系，而且钓这个又不用钱。我本来是以为钓况会非常好啊，这个颇通了，就咬着咬着也不一定大咬，有时候还可以，有时候不行。哦，所以小当家实际钓的三四尾米啊，基本上都是丢下去的，哦，啊，大概都是这么大小而已，哦，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小，是刚刚好的一个板桃，哦，那我们就看这一竿钓完之后的状况。哦，小当家之前有去钓那个青蚶呐，哈，啊，也有抓蚵啊，只是还没上片而已，到时候会去钓抓黑鲷，哦，钓黑鲷看钓况如何。那今天的钓况是一般般，钓了三四尾而已，那，啊，大小都大概是这样。那实际上这边的鱼是蛮多的啦，我看朋友有跟我讲说，他之前有看到他的员工钓了一大篮，
那可能小当家技术不是很行，不过好玩就好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啊，记得下方留言，也帮我订阅点赞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拜拜。